再为大家演唱《断桥》当中的一段《细皮流水》，好，大家请欣赏。给大家演唱一段《白蛇传》的经变，请欣赏。接下来呢，请您欣赏裘派花脸的唱段。邓木伟是大家熟悉的演员啊，他早年毕业于天津戏曲学校，后来拜在方荣祥先生的名下，深得乃师的亲传。他的嗓音洪亮，韵味醇厚，多次获得大奖。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《探黄陵》当中的成套二黄唱腔。操琴王少奎，自古张铁球。
台，请江山要让剑谋微臣我在皇陵亲近大仇，但愿的得要家将朝朝回大家演唱一段打龙袍选段。张建国是奚孝伯先生的再传弟子，他是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老生演员，毕业于石家庄地区戏曲学校，受到了魏明、张荣培、石荣章等老师的传授，后来呢，拜在张荣培先生门下。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《白帝城》选段。为他操琴的是宋世芳，司鼓张铁球，请欣赏。
那赵子龙就将好生烧得不连得应在起下面我为大家演唱《二堂舍子》。
冤，为什么怎地得不住冤，而教儿也难一难问，仙人难舍是打死了不起，官道就是那庶民之福不能难成。接下来呢，是老旦名家王京华为您表演。王京华50年代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，受教于老旦名家李金泉、李多奎等老先生。30年前呢，他以这个佘太君的形象风靡了全国，电影《杨门女将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啊。虽然事隔30年，可是正像戏剧家李超对他的题词那样，不减当年活太君啊。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剧目《龙凤呈祥》当中别宫的一段西皮倒板原版。为他操琴的是李门、司古、苏焕觉，下面请他为我们演唱。
在呢，为大家演唱一段大家熟悉的戏《杨门女将佘太君请战》的一段唱。这段唱呢是西皮快板，它的唱词呢是这样的：说什么吾有良将选，说什么求帅难上难，环卫出兵先丧胆，夜障目不见泰山，只要朝中一声唤，这挂帅由我佘太君一力承担。当今中国第一花旦的刘长瑜为您演唱。大家很熟悉，刘长瑜早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，他是荀慧生先生的亲授弟子，荣获过梅花奖。海内外的观众呢，对他是一致的赞誉。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一段荀派名剧《红娘》当中的四平调。为他操琴的是潘永龄，司鼓苏焕学，下面请他为我们演唱。Hey!
谢。下面我再唱一段荀派名句《心安意》选段。观众请他为大家唱一段他的拿手戏《卖水》，好不好？什么花的枕头床上放，什么花的
接下来呢，为您演唱的是耿其昌。耿其昌早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，他的老师是雷喜福、冠大元、宋继廷、叶盛长、于世文诸位名家。他的嗓音甜润，韵味醇厚，行腔俏丽，虽然一宗余派，但是他的戏路子非常宽广，像四郎探母、白帝城、坐楼杀妻以及野猪林等，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也受到了海外侨胞的这个热烈赞誉。啊，今天呢，他为我们演唱一段三家店的《西皮流水》，为他操琴的是孙中莲、司古、王志范，请欣赏。谢谢大家，下面呢，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武家坡》选段。
前与才战，待战的公子好尊严，他把我擒过了马吊鞍，不蒙那王不肯让，反向公子培养元亮的老王把家人主文武到我做银安，大义里呀假说银安殿，兵红大眼口吐人言，正是进攻银大一大打下了半步谢罗山，打开罗山从头看，才知道我还要守护着王宝钏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夫妻们两团恩怨，三天不行屈指算裂来打下去，接下来呢，由表演艺术家杜近芳为您演唱。大家对杜近芳的情况非常熟悉了，他是王瑶卿和梅兰芳两位艺术大师的亲传弟子，对于梅派艺术呢造诣精深，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今天呢，他为大家演唱《凤还巢》当中的西皮唱腔，为他操琴的是李门、司古、苏焕学，请您欣赏他的演唱。
谢谢大家。我再给大家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。今天的演唱会到此结束，祝大家马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